11月6日，据外媒报道，漫威系列电影中猎鹰扮演者安东尼·麦凯于去年已经和前妻秘密完成离婚手续。据悉，安东尼·麦凯与前妻是青梅竹马的对象，两人于2014年秘密结婚，育有4个孩子。目前并不清楚分手原因，但内部人士表示两人是和平分手。目前安东尼·麦凯已经开始投入到《猎鹰与冬兵》的拍摄中，其发言人尚未对此回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